と数字の光やつの目が気がつくのを見たやつは笑う強い敵なほど牙を剥きふざけるなと吠えるああ時代は正義に決まる悪は社会へ地を追うやつなら言うだろう100万年早いぜやつは戦士戦士祈りの輪の交わるところだよ勝利やつは来る地球戦士戦士振り返した炎と共にライオン勝利阿奇、哈布，你们两个打算来吗？啊！真啰嗦，我对你的话不感兴趣。喂，银虎，给我听着，纳奇，这话很重要。麻黄卷只许讲要点。哈哈哈！好，黑帝的额头上竟然出现了半字。魔神兽就要复活了。看得太简单了，那一只蜡烛可不止一岁呀、啊，是吗？啊，是啊，是啊，对吧，阿金？是的，知道吗？这些蜡烛一共代表了1300个年头的生日呢。哎呀，等一等啊，等一等啊！鬼神童子，你快点啊！听说一会有事要晚点来，是吗？这话有点挖苦人呢、啊、要是你没碰到倒霉事儿，可能我也见不到那个人。啊，那个人又来了。别慌，阿金，别慌。浩腾，快点。啊，没有人。啊、想逃没那么容易。不好！
这是怎么了？这个魔鬼为什么连普通孩子也不放过呢？阿静，不管怎样，先把这个孩子一定得保护住。阿晶，嗯，阿晶，是谁在喊我？啊，阿晶。是我的房间。啊，是你在喊我吗？怎么这个声音这么熟悉？为什么我听不出来你是谁？是你在喊我吗？你到底是谁？告诉我好吗？等一等，给我难道他就是阿金的先祖守护鬼神精灵童子吗？是那种康乃馨吧，我就喜欢听那个故事啊。那后来呢？嗯，后来哎，你们讲的不对呀，不是这样。哎，我们来吧。哎，我们两个和他一起讲故事。哎呀，让我来讲吧，师傅，当时是那样的是妈，怪不得我听到尖叫声了，是你在这儿。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变大菩萨第55代传人易小明，今天我要你尝尝我的厉害。啊，也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师傅，你怎么说起话来女里女气的呀？啊，你们，秀海师傅，你们赶快藏到佛堂的后面去。该出来的出来，该藏的就藏起来嘛。你别再开玩笑了，还不快去收拾那家伙。啊，正是。周华金刚鬼神童子来也。没想到这么早又和你们见面了。鬼神童子，是这家伙和黑帝一样都吃卡尔玛蛋。接着说。是，不过这个鬼神童子还是很厉害的。什么？鬼神童子。哎呀，你已经掌握在我手里了。什么？这你的一举一动都得听我的。我杀了你。鬼神童子到了水里要吃亏的呀。混蛋，接招吧。出手。哎，我该说什么呢？那家伙其实就会瞎闹，不过呢，他毕竟不是您银虎大王的对手。要是魔神兽快复活的话，黄泉国的实权掌握在犬神手里，鹰虎大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家伙是黄泉国的王子，咱们不好插手吧？
蚂蟥卷儿，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咱们先试着撒点诱饵啊。要让犬神放松警惕，那一点都不费事，只要带上一两件礼物去。你是谁？我就是伟大的黄泉国国王严凯之子，犬神狼。犬神狼？啊，完蛋！怎么回事？来看，黑弟，这是你的。好吃吗，黑弟？哎呦，他把卡尔玛蛋给吃了。除了鬼神童子，怎么还有这么个家伙？小心点，那条狗有一股很强的妖气。那些还留在世上的复魂蛋都是我们黑弟的。黑弟吃了那些吸走人的欲望的复魂蛋，就要变成破坏这个世界的魔神兽。黄泉国魔神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让我来告诉你吧。哎，小姐，来陪陪我好吗？啊！要请小姐时，最好准备一瓶香槟。我不让你逃。可当时我真的吓了一大跳，阿金居然就是传说中的守护鬼神精灵童子啊。你说我战胜犬神的也是精灵童子，真是多亏了你呀。不过要是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是不行的呀。我是后鬼精灵童子。那家伙觉醒了，太好了，守护鬼神精灵童子转生降临。滚蛋，两个人合在一起能干什么？接招吧，守护天灾。什么？既然我已经觉醒了，就不应该再让人杀我了，主人。主人，你是在叫我吗？我的力量和主人的力量合在一起，鬼神童子就能变成超级鬼神，你就这样喊吧。精灵童子，我心里已经想好咒语了。是吗？啊，太好了。巴九拉召唤超级鬼神。鬼神童子他变了。像什么？冒牌货，管你千变万化也奈何不得我犬神狼金刚拳。太厉害了，这是什么力量？到哪儿去了？这是我的复魂蛋，还给我。这个家伙，黑弟。跑掉了！接招，金刚龙红霸掌！接招，金刚斧红霸掌！
超级鬼神来迎圣灵，谁敢跟我斗着玩，他会后悔的。死吧！来吧，金刚龙红霸掌！接招！必死吧，金刚龙红霸掌！快乐，
给你的礼物一直在车里放着呢。啊，他们这样袭击议会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着你呢，犬神。黄泉国曾经差点被灭掉，这个魔神兽，让他再醒一次吧，把他的力量都给我，黄泉世界就都是我银虎的了。次回の相手って一体誰なの？次回